各位親友，大家好。好，老師傅好。首先呢，我現在要邀請我們的特邀嘉賓司儀李錦榮會長。主席、師傅上台同大家見一面。今晚我呢是非常之榮幸得到呢貴賓滿座。今天是大好日子，嫁娶啦、生仔啦、生女啦，一個是好的，亦有不好，有些腸胃病啊、感冒病啊，還有有些呢參加世界之光到處遊覽旅行，但是能夠啊今晚大家共上面嚟臨出席我呢一個本人的個體務，非常之多謝大家請邀請嘉賓司儀李錦榮師傅。今天很榮幸得到杜師傅呢邀請我做今晚的副導師，我也是藉此機會呢好像大家見面，恭祝大家身體健康，也是恭喜杜師傅身體健康，一日好過一日，年年好過一年。今晚呢我們的壽宴就將會開始了，師傅呢每一年呢他都精心傑作的，每一年他都很有特別的安排，今年的特別安排呢就是親自做一個剪輯，將一片片剛才我們所看的片段呢幾十年前的一路剪輯，花很多時間很多心思呢就精華了，所以大家可以欣賞到一段的片段呢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因為我老師的時候做秘書所安排的一切的節目那個香港隊好像我們夏德健師傅那時候參加嗰個運動隊嘅時候，嗰個演出啊、比賽嗰方面，杜兆忠師傅又係啦，捧個拳王翻嚟第一名。好啦，我呢個咧就今晚咧就係杜師傅咧個78歲嘅壽辰，非常之高興，一年精神嗰年啊，杜師傅。咁我哋有請阿杜師傅嘅徒弟咧一齊陪同阿師傅上嚟個台前咧，就切生日糕啊，就歡迎大家生日糕嘅。我首先是由各位弟子陪同壽星公杜森師傅上台唱生日歌，杜森師傅祝願同埋各位弟子呢一起陪同啦，有林志龍、林志顯、李家輝、梁冠賢、梁冠信、林玉欣、伍敏龍、孫怡友、杜明陽、梁冠光、梁冠賢、林永平、林宏正、梁寶山、馬浩庭、馬佩山同埋師妹陳愛文等陪同壽星公一齊上台，有請。是面對我們未來的前途，但今晚呢令我最大的感覺就是我有一位學長前輩，
亦係我嘅親密戰友，亦有來自喺深圳嘅。我哋當時啊，搞運動武術工作嘅朋友。嗱，先先咧，我想鄭寶林師傅，你嘅爸爸鄭榮師傅，哇，100歲啦，就嚟。非常之難得，真真正正是我的老大哥帶我走出社會第一步。多謝老大哥鄭榮學長師傅，還有我們中醫界的李監事長各位、我們大家都知道了，還有武林界每一個會總會的代表，還有就來選特首的選委教授等等。另外深圳的有今天的發展，我們的行第一步的當時先頭部隊葉權穩主任在那邊，謝老師帶著我們走向思想正確的路線。我真係咧講唔到咁多啦，大家咧咁熱烈支持我，我衷心感謝。但我而家咧要講四句説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呢四句就係我今晚對大家嘅祝願，多謝各位。恭喜你生日歌，恭喜你，恭喜你，恭祝你生日雨天齊，慶賀你生辰快樂，年年都有今日，歲歲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繼續下來我們有請杜明陽，來我們師姐姐。杜明陽是杜森師傅的孫。各位嘉賓，各位親友，大家好。你好。今天非常感謝你們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臨我爺爺的生日宴會，非常多謝各門派的師傅、各界的朋友同情厚意，表演粵曲、音樂、功夫等等，為這個宴會增添光彩。亦都多謝我們的特邀嘉賓司儀李錦榮師傅咁精彩介紹我們今晚的節目，更加多謝龍庭酒樓各位員工他們的傾力合作，令到今晚宴會可以順利進行。各位親朋戚友，如果今晚做得有什麼不周到，請多多包涵。最後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多謝。好啦，我哋繼續落嚟咧。今晚咧有個節目咧就係迎接叫文娛功夫會嘉賓嘅，所以咧又有功夫表演啦，亦都有係音樂啊、歌唱啊同埋其他嘅節目嘅。咁啊，首先咧第二個環節我哋咧有請阿林明陽。杜明陽和林玉欣演出這個
係歌唱嘅，咁呢個歌唱好特別嘅，一路歌唱一路跳舞，咁啊亦都係有一個朗誦嘅形式嚟，咁啊大家欣賞一下。首先係唱歌咧，我哋請林玉欣為我哋唱主唱嘅，叫《今晚夜》。希望大家今晚飲多杯，開心啲，我哋一齊講新聞。春风飘飘，
阳光普照。大地三河，百花齐放，万众欢腾，喜气洋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业兴旺，欣欣向荣，家庭幸福，重获延年。多谢。好，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同埋一个演绎嘅朗诵。句咧，睇我仲记唔记得起？春风飘飘，阳光普照，大地山河，百花齐放，万众欢腾，喜气洋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事业兴旺，欣欣向荣，家庭幸福，重获意念。多谢，好嘢，同心协力。文娱，功夫会嘉宾。刚才呢个第二环节咧，系由唱歌今晚夜林玉欣小姐所编嘅舞蹈，跟住咧。杜明阳是朗诵刚才的十二句，是将歌唱、舞蹈、功夫同欢乐。多谢，好，多谢杜心师傅。好了，我们现在是酒楼上菜的时候。